这里是我最常来的地方，没有生活的约束，只有浩瀚的树海。我喜欢这里的气息，浓郁的香气，熟悉的眼膜声伴随着我，在一望无际的书库中爬着天梯，寻找那本最适合我的书。在等待它到来之际，我会卸下所有顾虑，做最真实的自己。它陪伴我完成无数的文案，它跨着我游历数千位委员的经历，有时候还会默默地观察世间百态，在冰冷之际给予我一丝温暖。是他。